嗨，欢迎来到我家的洗手池。今天发现一盒被遗弃的棉，表面已经起了一层厚厚的棉花。今天我们来挑战用可乐洗棉花泥。打开盖子，表面好厚一层棉花呀，有点像吃的那个棉花糖。本以为就是这个淡淡的粉色，继续抓竟然发现了它的本来面目。一粉色的耶，好漂亮，好像还带点珠光闪，放的时间久了竟然有点粘手。好多泥都是这样呀，难道是融化了？哒哒，可乐登场了，先摇晃几下，试试来个不一样的出场。哇，好刺激，就是摇晃的时间短了，泡沫不过也。哈哈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开始来洗泥了。这么漂亮的蜜粉色遇上酱油色的可乐，感觉有点替棉花泥担心呀。继续洗，这真的是洗泥以来最轻松的了。感觉棉花泥已经彻底被可乐吞噬了，就剩表面这点飘絮物了。好好的一朵鲜花就这么被糟蹋了，哎，有点不辣忍呀。本着怜香惜玉的想法，再倒点仙女水，希望能挽救一下这可怜的棉花泥。话说这可乐到底是什么做的？为什么有这么牛叉的功效？基本所有的泥见到可乐都会老老实实的臣服呀。洗了这么久，感觉我已经尽力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。